如果可以裸上身唱，效果会更好。不可以色色，也不可以色色。鸵鸟可以脱掉上衣吗？不准。可以唱一段，如果可以吗？如果可以，茫茫人海，千年你眼相遇，月光下转身，那就是你。红线划过深层轮回的秘密，我回过元气，因为你才让我背对你。不可以太靠近了，相信了，到底我们爱的有多狼狈。暴雨狂风也不想发挥，爱了就爱了，只刻在我们泪光的约定，我开出了花。如果可以裸上身唱，效果会更好。不可以色色，也不可以色色。流量密码，如果可以，可以唱因为爱吗？因为爱呀，因为爱，就是因为爱，因为。可以听 YMCA 吗？YMCA 是不是很想下班了？对啊，你们下班了是不是看直播？但是我还在上班。好久没听歌唱女孩了。女孩，我的故事因为你而展开，我已学会忍耐，为你坏习惯我都改。女孩，不想看你受一样的伤害，所以学会溺爱，一而再，再而再，三而再。请你嫁给我。刚刚是不是有人说要听这首歌？这种就是，岁末年终尾牙的时候很适合大家去唱的歌，就是那个桌适合菜桌子很大，你可以说，请你嫁给我，请你嫁给我，谢谢，请你嫁给我，请你嫁给我。